娱乐嘅综合新闻报道咁样样，喂，近排咧 E 人嘅气势咧，的确系上升咗不少。咁啊，当然佢嘅气势咧就暂时都未及阿姜涛，但系佢嘅气势咧已经系掩盖咗一班神徒拥护嘅教主。咁啊，喂，唔超越游志可，一超越教主咧，唉，不得了啦！要俾人封杀啦！诶，究竟咩事咧？今日咧，光仔同大家讲翻呢件事。E 人系嘛上位，但被封杀系嘛？嗰啲神徒咧就群起而攻之啊，咁样样。今日咧，光仔就同佢讲翻呢件事啦。开始电影之前，请大家赞我呢段片啦，同埋留个言啦，一个心心，一个笑容，一点都得啦，咁样样。喂，其实呢件事咧嘅始末咧就好简单。其实咧呢件事嘅上水啊，上水面嘅时刻咧，就系今年超级嘅颁奖典礼。咁咧有好多人咧就诟病今年嘅颁奖典礼嘅得奖结果啦。咁我啲咧我啲得奖嘅分析咧，咁我喺唔同嘅片咧已经讲咗噶啦。咁咧，但系咧今次呢个咁嘅超级颁奖典礼咧，有其中一项咧，就系 E 人嘅粉丝咧，就系相当之受关注嘅，因为咧呢一个奖咧，居然咧引发出咧，喺究竟边个同阿 E 人 friend， 边个唔同 E 人 friend， 咁啊就一清二楚啦。又或者系你嗰个 friend 如果唔系教主嘅话咧，就落得啲咩嘅惨淡嘅下场呢？咁样样。咁呢早前呢已经有传媒报道咗啊，呢、这个超级嘅颁奖典礼呢，咁样样。因为呢阿 E 人呢对于教主就有威胁啊。咁所以呢喺呢个超级颁奖典礼里面嘅创作人啊，居然就俾咗林家谦赢咗。咁啊唔俾 E 人。啊、即系依家咧，情可俾啊林家谦，都唔俾 E 人，唔俾 E 人再攞呢个创作人呢个奖项咧，就进一步咧威胁教主。咁咧，其实咧呢一单嘢咧，点解会演变成咁咧？咁我哋又将嗰个镜头咧，再倒一倒转咧，去到今年嘅叱咤颁奖典礼。去到今年嘅叱咤颁奖典礼咧，嗱，大家咧，如果大家稍稍啊有啲记忆力嘅话咧，都知道今年呢个超级颁奖典礼咧，教主啊，成程咧就坐烂板凳，成程就坐烂板凳，咁食白果啊，食到面都青埋咁样样。咁啊，成个 Mirror 成员咧就得阿姜涛同埋 E 人咧就得奖啦嘛，结果咧，就网络上啲神徒就话啦，哎，这个教主非常之唔开心，因为估都估唔到呢个叱咤颁奖典礼咧，吓、啊、呢、这个即系咁多年嚟都即系有少少举足轻重啦，呢、这个比赛，但系近年嚟已经冇咁大影响力噶，居然要啊，即系令我哋尊贵嘅教主咧就坐烂板凳。咁啊，令到教主咧成晚咧个 pat pat 咧就唔舒服，系因为咧坐得多懒板凳咧个 pat pat 就冻啊嘛，唉、哎、一冻咧就冻亲个头，冻亲个头就头痛，一头痛咧就需要咧即系要讲嘢啦，一讲嘢咧就唉、哎、就向老板投诉啦，吓、啊、喂呢、这个叱咤乐坛流行榜大胆啊，吓依家咧。连我都要坐懒板凳，咁跟住就讲啦，同老板讲啊，嘿，姜涛攞我都算啦，即系碍于佢多姜糖啊嘛，姜涛攞都算啦，因为姜糖多人啊嘛。喂，但系你嗰个咁嘅吓，我个咁嘅吓，呢个澳洲树熊吓。翻澳洲食呢、这个呢、这个叫做咩？我呢个桑叶啊，桑叶啦，系吧？喂，居然俾咗个咩创作人大奖佢喎，咁样样，咁啊搞到成个 Mirror 得两个人攞奖，
喂，咁我点算啊？啊，你要我啊，又化行装系嘛？仲要之后俾卢觅雪喺度取笑话个浓妆啊，仲要坐足成晚几粒钟系嘛？坐喺个冷板凳嗰度睇住姜涛攞奖都算啦。啊，仲要俾嗰个伊人攞埋奖，都冇我份。咁点先？唉，咁啊，真系冇办法啦，系咪先？鬼叫佢喺公司里面最得宠，老板最中意佢咩？系咪先？咁啊，即系大家都明白啦，一个办公室嘅政治，假如有啲人老细特别中意嘅，有啲人系嘛，即系唔使做啲咩嘢吓，即系起码喺我哋嘅眼睇唔到啦，系嘛，都即系受到赏识。结果真系做嘢啲人咧，就永远唔会俾老板去重视嘅喎，系咪先？唉，都唔紧要啦。唉，咁跟住咧就氹翻佢啦。唉，唔紧要啊，吓唔紧要啊。阿教仔吓，教仔佢依家叫教主啊嘛，佢依家叫教仔啊，几犀利。阿教仔，唉，唔使担心，氹翻你啊。我哋仲有一个自家嘅品牌颁奖典礼噶嘛，系咪先？喂，就喺呢个自家品牌颁奖典礼。就俾你啦，咁样，咁啊，跟住就话唉唔得噶，你就咁俾我，吓惊人哋又话我哋即系黑箱作业，唉唔会黑箱作业啊，到阵时你会有相应嘅票数噶啦，咁样，咁啊结果咧超级咧就搞到咁样嘅情况之下出现咗啦，今年。咁啊，结果咧，因为阿 E 人咧就吓，即、系因为叱咤嚟攞咗个奖，跟住咧呢、这个超级咧就即系显然易见就得罪咗人，咁啊结果咧就连即系呢个唱作人奖都冇埋啦，自家公司嗰、那个，咁啊，唉，唔好话 E 人啦，系咪先？红如姜涛，支持度犹如姜涛咁多。都系攞个 move 大奖，而呢个大奖仲系三分之一。喂，所以依人攞唔到奖，合情合理啊，系咪合情合理啊？咁啊，但系你攞唔到奖，话攞唔到奖啊，超级即系呢啲咁嘅奖都系自己为玩嘅啫。咁之后阿依人喺出边嘅任何嘅作品都有一个好啲嘅成绩啊嘛，即系如果。我都讲啦，呢、这个冇得呃人，咁啲数据成绩摆晒上网，你哋自己攞嚟睇都得。喂，除咗姜涛之外，第二把交椅就系阿 E 人啊嘛，第二把交椅啊嘛，系咪先？而 Anson Low 已经跌到落去，我都唔够胆讲佢系咪第三把交椅，分分钟可能佢系连架追都比唔上。即系唔知啊嘛呢样嘢，咁我冇刻意去读佢两边嘅数据，但系好肯定。如果你镜地啲钟姜涛啊排 number one 系嘛，而 E 人就排 number two 系嘛，咁虽然 E 人同姜涛之间就有啲距离咁样啦，咁但系 E 人净系坐 number two 呢个位啊，已经啊激起咗成班神徒嘅怒火啦，系咪先？即系佢哋就话吓你个 E 人啦。吓、啊，唔声唔声系嘛？唔声唔声咁啊，上到去 number two， 仲盖过我哋个主持系嘛？教主系嘛？结果我哋个教主咧就沦为唔知第三定第四定第五啦，我都唔知啊。因为之后嗰啲排名我都冇用心去再睇啦。总之依家排名第一就系姜涛啦，肯定咁啊。第二就系 E 人。咁啊，结果咧就话唔得啦，唉，即系呢个咁嘅 E 人太嚣张啦，系咪先？即系样样都唔争，争做呢一个咁嘅吓，争做呢个 number two 系咪？本来 number two 系我哋教主噶嘛，咁样样。咁啊，结果咧一班神徒咧就开始对于 E 人嘅攻击啦，吓、啊，对于 E 人嗰种。
嗰种咁嘅抹黑啦。咁啊，加上有啲传统传媒啦，系咪先？本身有啲传统传媒，有啲都系即系吓，都系好中意 Anson Low 嘅。所以咧，任何对于 Anson Low 仿似咋吓，仿似系威胁嘅人咧，有啲传统传媒都当一啲人咧唔放过佢啦，都视以为之攻击啦咁样。咁所以今次啲人都咩噶，都大件事噶，喺公司里面得罪啊，得罪最红嗰、那个，得罪呢个大老细身边嘅红人，即系好似依家好似咧有啲叫做咩古装剧啊，吓皇帝身边嘅红人啊，吓西厂啊，西厂啊，系嘛去入境啊，又叫教主。仲咪西厂系嘛？仲咪西厂啊？即系知唔知大家喺呢个明朝啊？即系东西厂咧，除咗叫做厂长之外，即系佢哋唔系叫厂长嘛？通常就叫咩咩神咩神咁样，神功护体啊，咩神威系嘛？神威左右啊，咁样嗰啲咁啊？诶，咁啊啱啦，佢依家系西厂啦。阿神教主啊，哎、教主护体啦，真系犀利。咁啊，即系叫做得罪咗啦，系咪啊？得罪咗教主啦。咁啊，冇运行啦。咁啊，结果咧就又爆阿伊人 fans 级嘅，即系一啲叫做，即系其实我啲都唔系耐唔耐吧，根本其实就系冇事。后屘已经厘清咗啦，厘清咗啦。呢、这个 Ian 嘅 fans 级啊，厘清咗冇啲咁嘅咩回事啦，解决咗啦咁样样。咁但系咧，你可想而知咧，就有好多嘅抹黑攻击。咁啊，当然近排亦都有一啲，即系我即系咁讲啦，因为喺网上边你都证实唔到佢身份，疑似啦，我叫做咁啊，疑似 Ian 嘅 fans 咧。就即系 message 高恩仔，咁佢就话啦，即系佢哋都感受得到，佢哋都感受得到咧，即系呢个 E 人啊，即系叫做喺似乎感受得到咧 E 人咧受一啲叫做压力喎，受一啲叫做受一啲叫做攻击喎、啊，抹黑喎、啊，咁嘅样。我谂呢啲个 E 人咧就系、是、feel 得好清楚，因为咧其实以往咧即咁讲啦吓，即咁讲啦，从一个发展史嚟讲啊，即系呢个全民造式嘅发展史。咁嗰时冠军系姜涛嘛，亚军系 E 人嘛，理论上咧。伊人嘅发展咧，理论上应该唔错嘅，但系咧，全民造星嘅完咗之后咧，就似乎伊人咧就一直都系喺呢个浮浮沉沉啊，我可以讲，甚至间唔中咧有一啲传闻就话佢臭脾气啊，类似嗰啲咁样嘅嘢，咁啊就即系对于。啲人咁夸就好大啦，咁样咁跟住及后都低调咗一段时期噶啦，及后都低调咗一段时期，跟住咧就话呢、這个去到佢依家就系开演唱会，跟住又爆咗佢嘅 fans FC fans 级嘅一啲咁嘅嘢出嚟。咁啊，跟住咧就睇到年初嘅叱咤啦，咁跟住就睇到依家超级嘅颁奖典礼啦。咁啊，所以呢单嘢都系一脉相承，即系你话阿 E 人冇俾人追击咧，咁就假噶啦。老实讲，你基本上都系以。追击伊人为主，依家系咪喺网络上面？咁当然，嗰个神徒对伊人依家好所想言之，已经系
恨之入骨嘅啦，系嘛？咁当然有人就问光仔啦，佢话：，咁啊，喂，之前我班神徒即系咁讲咧，呢、这个观众都系一个好醒目嘅人，佢话：，啊，之前班神徒成日就向呢个姜糖开波，咁其实理论上教主都地位好高啊，咁但系我话俾你知，今次就更加劲，今次就更加劲。喺呢、这个即系点讲啊？佢要对付阿 E 人嘛，对付阿 E 人嘛，其实真系侧面反映咗一件事咯，系咪啊？侧面反映咗一件事，就系讲紧阿 E 人依家已经超越咗 Anson Lau 啦。喂，点解咁讲啊？因为嗱，老实讲。你即系我套理论一样啫嘛。如果你唔系真系嗰样嘢，你俾人话咧，根本就唔会 care。即系等于一个靓女，你话佢诶你好丑样啊咁，其实个靓女系唔会 care 咁啊。譬如你话一个好高嘅人，成日话佢哇你咁矮嘅，成个矮仔咁样，成个冬瓜咁样。咁一个真正嘅高人系唔会理呢啲咁嘅嘢，因为唔系亦都向唔到佢。咁但系问题上就系话，依家就系好多神徒经历咗2024年嘅一半啦，都完全系 feel 到 E 人咧已经系取代咗 Anson Lau 进占咗 Mirror 嘅第二位啊！你明白？呢样嘢系嗱，当然在于阿 E 人嘅 fans 肯定系主观认为啦，但系我作为一个。第三方啦，我咁样讲紧第三方嘅，可唔可以叫即系叫做分析员定代表咧？咁啊，唔系代表，因为我代表唔晒企业嘅人。咁啊，系嘛？你睇翻啲数据成绩，都系 IE 人数据好啦，系咪先？所以呢样嘢就即系点讲咧？冇得讲，冇得讲，系嘛？你？叫做威胁咗人哋嘅地位，系嘛？威胁咗人哋嘅，第二位啦，我咁讲啦。咁你想进占咗第二位咧，咁啊必然噶啦，即系受到呢啲咁嘅攻击就必然。咁因为你叻仔嘛，你一叻仔就喺度谂到啊，几多年前，几多年前，我有啲咩嘅作品啊、歌曲啊，咁全部收埋。喂，加上呢、这个里面有好多 Anson Lau 嘅爪牙噶嘛，系咪先？镜仔之中都分开咗两派咁啊。而家 E 人同埋阿姜涛就一派咁啦，基本上咁啊，其有啲啊中间位，咁你好明显就睇到啊。阿 Eden、Anson Lau 同埋 Stanley 走在一起啦，系咪先？咁所以呢样嘢就冇得讲。所以对于 E 人近排嗰种攻击啊，同埋嗰种无理取闹咧，真系好明显系，即系又格又卡通化又现实化。咩叫卡通化咧？就系、是、譬如可能讲紧啲人有一啲卡通动物去描述啦，咁样样。咁所以我谂作为 E 人嘅 fans 咧，呢段期间啊，讲紧呢半年啊，我特别讲紧呢半年咧，其实都系要好留神咯，因为一唔留神咧，一接错车就唔掂噶啦。OK。咁所以就仲有啲咩咧？即系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就系、是、E 人嘅 fans 咧都冇得避啦。老实讲，系嘛冇得避。你始终因为你嘅成绩好嘛，当你冚过咗 Anson Lau 咧，呢啲咁嘅攻击啊，或者叫做。攻击或者系叫做抹黑，就肯定会继续嚟。咁除非你
即係俾 Edson 碌過翻頭啦。但係我諗作為 Ian 嘅 fans 一定會咁，所以大家小心啦，大家小心。咁我都奉勸啦，即係點解我講咁多嘢？因為我即係睇到起碼 Ian 對阿姜圖就即係比較好同埋正面，我先講多兩句嘅。如果唔係，我都唉費事叉只腳埋去呢兩班 fans 之間嘅利益衝突啦，咁樣樣就係咁啦。咁所以我密切跟進啦，咁啊睇下之後發展成點啦，好嘛？好，咁今節娛樂嘅中國新聞報導就係咁多，下一節翻嚟我哋繼續。